网络恶意谩骂攻击，当心律师找上门。网络就是一个很好的发泄管道，他就直接就骂你，黄义中。那我会把图截好，等待。就是说，如果真的他一直过分在那的话，那我真的火到我就会去告。那我相信这个是告得成，是吧，律师？是可以。你不要以为你透过网络我们就找不到，我们找得到你。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，欢迎收看高点电视台44频道，振振有词。